Hello，很久没职业。我想问，为什么我这个没降价？是因为那个吗？我后面没放床吗？因为我在好奇。没有啦，我刚没有讲话啦，因为。我在好奇这件事情啊，因为我们昨天不是有交易吗？啊，有交易过后啊，怎么钱又涨回来了？是因为我后面他没有床的问题吗？是因为这样子吗？然后，我才刚收过嘞，怎么涨了？然后。僵尸会从这边爬过来，爬上来，再走这个过来。哦，对，我昨天去查那个叫什么？那个挡车机，然后我就是刷嘛，刷到有绿宝石换剪刀，因为我缺羊毛，羊毛不可能换，我就刷绿宝石换剪刀，然后换一大堆剪刀之后，下一个解锁条件就是这两个嘛，然后要用绿宝石换地堂，结果出了这个。我想说，应该会刷很久吧，没想到一刷就刷到了，这个还不错，这个就是铁巨人的那个因素，可以换那个红色染料，就因素不用再丢掉了。那即使昨天，我才给渔夫跟那个什么鬼，渔夫跟制剑师吃面包而已，他们就剩这么多，是正常的吗？不是要一直吃才能一直升吗？啊，怎么吃两个就省这么多？我等下再来问，再来打招呼哈，等我一下哦。然后今天应该是改这个吧，不然都改四个木头又不比较不好弄。啊，不对啦，火把要继续插啦，不然你看火把比较亮之后，铁巨人变超少的，就没有怪日来，然后他们就可以安心睡觉。啊，我比较怕的是这边啊，这边他们因为没有床，我想说，交易室需要床吗？可是就算了，反正绿宝石那么多，然后昨天。不知道秀在不在？他们心情好吧？谁们心情好？好，再等我一下，我去尿尿。我尿尿，我尿尿，我尿尿。啊，我们要去付一个幸运的稿子。然后我刚开台前把这个先关掉了。这个关掉的原因是因为不是太吵了，而是你看啊，这昨天才我昨天才盖的哦。昨天几点啊？昨天盖了之后就没有再动了嘛。然后我要睡觉，我今天睡觉是12点睡觉，然后挂到早上。你没看错，
这个大概平均就是一个小时会一箱，一个机器啊，一个小时一箱嘛。那所以一二三四五五个小时就五箱了，啊不算漏斗里面的哦。所以昨天就有个白痴啊，看说看不懂盖这个是要干嘛的啊，我就跟他讲说，你知道这个效率是2秒钟一个甘蔗呢。然后他就一直嘴我说什么火把插很烂啊，会不会整地啊，什么鬼东西的。然后就问他说你会盖自动钓鱼机吗？他说红石的我不会。我说自动钓鱼机不需要红石机关啊。他说啊，那个不是要什么音阶盒吗？我说音阶盒也才一个红石粉而已啊。丢星星没出现，谁丢星星？我看到了，感谢老巨的100个星星啊，我还没问哪里。好，我来问一下哈。他星星有时候会延迟啦，看一下哦。从头开始打招呼，校园安安，控员安安，夜猫安安，嘉行安安，莫伊安安，贝蒂安安，云奇安安，莅临啊，莅临是不是有说你要叫什么啊？忘记了，莅临安安，小紫山安安，凯欣安安，林成为安安，悠远安安，飞翔安安，我、哦、记起来了，飞翔安安，然后夜夜安安，生母安安，冬雨安安，还有谁？以恩安安，影莹安安，还有谁？贝贝安安，佳琪。许佳琪，我按过了吗？好，安安，嘿，我嘞工作。陈以恩安安，秉忠安安，家珍安安，文斌安安，小鱼安安，茂祥安安，炎炎安安，YUNAPEI 安安，我记得你叫许什么，对不对？忘了。洪真安安吗？洪真安安，然后感谢老居100个星星，刚刚的吴成为安安，他说胡椒虾，S H I H B E T T Y 安安，玩家进行交易后。而对涨价后没有被交易的物品，则会下次不获是进行量产。啊！感谢老居再一次50颗星星。还有谁？你是说那个星星还是爱心的心？欸、对啊，老居你4个徽章哎、欸，哦，好多、哦。等一下哦，还有谁？还有谁？还有谁？厉害厉害，请告诉我怎样才那么多？小玉，你的信息在肚子里被你吃掉了。请氪金管理。好，都能问安德问过了。好，那昨天有稍微去思考，欸、靠，我的鱼嘞！昨天有稍微思考说那个。因为有那个什么，有些需要用碳去换那个嘛，像这个需要用碳去换绿宝石，但是碳唯一的再生资源，我想到只有凋零骷髅，于是呢，就算了吧，没有不可能掉盖那个凋零骷髅的那个啦，那个也要很后面呢、啊，那个我现阶段盖不出来。其实我觉得我盖出这些就很开心的啦。反正这个东西其实可以生存第一天就盖，你唯一需要就是命名牌、铁砧，其他都 OK。铁砧比较麻烦，就是因为你前期铁就不够啊，你要盖个铁砧出来。
然后一定要有铁针命名牌才能命名嘛，然后再就去挖灵魂沙，这样子运上去。好，那其实不然就是这个，其实第一天也可以盖出来啊，这样去过地狱就 OK 了。那只是他就问我说，你铁巨人那个要那么多铁要干嘛？我说要漏斗啊，你知道很多机关收集东西都要一大堆漏斗吗？他说要那么多漏斗到底要干嘛？那整个昨天快被他气死了。我说你看，光是这台机器我就用了多少漏斗，然后看这个也用了多少漏斗，我后面还有一大堆东西要用到漏斗的啊。然后就有点不想跟他讲有些，你懂吗？就是一个只会插火把，然后麦块也只会插火把的人，跟他讲那么多，真的是浪费口水。然后进来呛我说我不会整地，不会插火把什么的。哦，他走很久了，对啊。你要我剥虾子哦？好，我等下剥，我等下剥。就是秀啊，就是臭臭啊。他昨天就是跟我在那边互相嘴啊，就每次嘴我，嘴到后面就是说我就没有看吼，啊，先把那边整平吧。啊，我还需要一个这个可以做搞那个铲子的，不然用铁铲吗？先换一个稿子出来好了。然后这个是昨天换的产物，嘿，没错。走喽，先开工。他跟谁学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会呛人的哎、欸！完了，那这个。好，那我们来换稿子，30个，然后去洗掉，洗掉，洗掉附魔。耐久，哇，青金石会不够哎、欸？什么？哦，差耐久就有耐久的书吧。耐久，嗯？
耐久、效率，还差一个效率跟。要去换一把，再来复复看。30个。差点放错，效率！哇啊！我刚不就白合了？耐久是效率幸运。啊，心好累。哇，心累啊。我看一下哦，我们要去，还要去那个哪里？地狱一趟。效率，这个可以付死仇。然后。效率四，幸运，去买个那个丝绸之处，2本书，留着，我会留着啊，你不要那边唱衰我。不要在那边唱衰我，警告你哦。幸运耐久，2本丝绸之处，再2本丝绸，哇，才26哦，我以为16哎。要52个，经验修补，我们先去把地狱们带上来吧。
不然都要走下去，好麻烦哦。石头也不够了。要代工，我还是要做梯子哇！我还是砍木头好了哇，好烦哦！又要做梯子，又要做什么啊？结果啦，我靠你！哈哈哈哈！哎呦，他不让我走。然后我们要去换两颗，换个剑石不是你，你，好，我们来修一下弓箭，无限火焰耐久。我就在想，我要修补还是要无限呢、欸？可是我现在没有地方可以刷剑士，所以应该是先用无限吧。无限强力修补。无限加强力，好啦，就这样吧。最多的好像是这个吧，凿制砂岩、平滑砂岩、平滑砂岩怎么合？这样吗？砂岩啊，平滑砂岩要怎么合？砂岩再合上去吗？凿制砂岩，然后凿制砂岩，然后再合上去，是不是？哇，这样只能这样子合，是不是？砂岩阶梯。
好，咱们先这样。你走开，一直挡，我挡啥回？我在思考中餐吃啥好。昨天蛋糕吃完了，说中餐吃什么？剩22个不够，还是会撞到头诶，傻眼。每次忘了播歌啊，好安静哦。OK，看，好啦，食物，应该够吧？这样反正顶头呀，好烦哦，他在歪。啊，先播歌，太安静了。哎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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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好，杰云安安，还有谁？小紫扇安安，谁？还有谁？还有谁？还有谁？没了呢。感谢捷运的200颗星星。没有要开唱啊，我不接客。
一些建材啊，我要带火把啊，东西都没拿好，就想出发。请安安，好，路上慢走慢走。对。我多挖一层。又哭了，这就是我昨天聊的嘛，这是我弟女儿在那边哭。那基于我懒得去找碉堡，我们用补录的吧，不，我们去查 SED。紧急复制到剪切簿。哎、欸，他不给点哎、欸。哎呦哎、欸啊。我去查一下，你等我一下。我记得我存了、啊、王者创世神。游戏，哒哒哒，哦，那是什么算起？等一下、哦，是的，网站已关闭，正在研究。啊，它关掉了！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寻找要塞。我的天哪、啊，是哪里啊？啊？64。6697往这边多少？97往那边，哎、欸，斜的过去哎、欸，我可以开创造看一下吗？算了啦，我想到一件事情了，我们。地狱等一下再去，我们先去。我们现在，我、哦、靠，这个人好烦哦。如果真的要过去的话，我们需要那个吗？大量的石头。陈子云安安，走到这边作弊，我还以为是开观察者直接飞起来找。是有点想啊。换一下哦。鹅卵石制造机盖在哪里好嘞？然后这时候想说，嘎，为什么还没开始整地？看这里啊，1 2 3 4 5 6，先放。